女装大佬司马懿讽刺的好，上酒我要吟诗，嘿嘿嘿嘿。这家伙其实有点亢奋呢。我们生人喝了酒都会这样子的。天下生民涂炭，尔等却在饮酒谈诗。我闻到了封建布尔乔亚的恶臭。怎么，村夫不通文法，所以要给文法按上罪吗？谁说我们长相不通文法？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《诫子书》虽然大家都知道，可那毕竟是文章，那不是诗。诗歌是无用的东西。那么相比于诗歌，我想血统才是更无用的东西。奏乐，换皮肤，我要吟诗了。群臣元曹操将皮肤更换为横槊赋诗。魏武挥鞭东临碣石，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好诗啊。好家伙，这曹贼还有两副面孔。都传我有72遗种，没换72个曹操皮肤，算是照顾你们了。机器人，您好，罗贯中时刻为您服务。你说说，我是个什么人？您是个英雄。真的吗？您是历史的功手。嘿嘿嘿嘿，您这样的人一定会流芳千古。真好，你千年后的后生还有这样认可我的。罗贯中，你原来会说人话呀？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怎么没说人话呢？我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是这么说的。你哪句话说我爹是功手？我说功手罪魁非两人。也没说过他流芳吧？遗臭流芳本一身。哎，等一会儿，虽然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味儿啊。是你们对演义的刻板印象太重了吧？无论儒生批改此书时如何拥留贬曹，又无论百姓如何夸大曹公奸恶的一面，我只是把曹公当作一个鲜活复杂的人物来写的。那我呢？您哪位？怎么罗贯中在写曹操的时候知道鲜活复杂，写刘备和诸葛亮的时候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呢？是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四维，壮诸葛之多智而紧要啊。那是因为昭烈帝和孔明先生不是人，他们是神呐。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太偏心了吧你！刚刚一脸严肃的说塑造人物要复杂鲜活，转头就喜笑颜开说刘备、诸葛亮是神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罗贯中正常写书的时候，能感觉到他是个业务能力不错的写稿人，但是一写到自己喜欢的人物，就开始滤镜糊脑了。但我也有不解的，罗先生为什么把我写的哭哭啼啼？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，刘皇叔哭荆州，拿眼泪吓人，刘备上黄鹤，胆战心惊。没错，当年我几个手下人都能看出刘备不会久居人下，他要真是这么个哭哭啼啼的玩意儿，哪能兴高那么多忠直之士死心塌地跟着他。这个叫多愁多病生了，元代很流行这种男主的，用来吸引女孩子和吸引小忠臣都贼管用的。这算什么审美娘炮化警告？其实很好理解吧，民间对老板这种角色的取向会更倾向于温柔敦厚的老板，无论怎么总比那种年少气盛以孤行，喜欢对臣子进行相貌羞辱，甚至动不动拔刀吓唬人的老板强多了。残杀摄影谁？罗贯中时刻为您服务。少给我顾左右而言他。我们东吴被你削弱得多惨，前期我们几次明智举动都被你挪给你的孔明用了。其实东吴后期的几次犯蠢行为我也给您一笔带过了，所以扯平了吧？扯平个屁了！你看看人家苏轼、辛弃疾是怎么吹我们东吴阵营的，再看看你。那是我不准备吹东吴阵营，为什么要参考他们的东西？猴子冷静，再砍我们要没桌子用了。三国演义毕竟综合了很多野史、笔记小说和宋元话本，魏吴的形象在野史和民间文学里一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黑料，这有的还编得很有戏剧性，所以我们形象里的瑕疵其实也不太怨得着罗贯中啊。世人对我们魏吴选手好不友好，他们还造谣说我勾结许贡暗算我哥，他们也造谣说我勾结贾诩暗算我哥，他们还说我打压我弟弟被胞弟赶尽杀绝，他们也说我打压弟弟被胞弟赶尽杀绝。你也蛮惨的嘛。他们还说我无缘无故残害功臣为乐，他们还说我残害的功臣是公瑾哥。这个还真是过分了。前几个不过分吗？也过分，也过分。那我真是幸运多了，虽然被后世魔改出心量狭窄这种设定，但是我的闪光点基本都被保留下来了，也就偶尔被蹭蹭热度。我没怎么被抹黑，可是被弱化了许多，虽然不硬当，但有点羡慕蜀阵营那边单纯被神化的状态呢。蜀阵营那边被神化的其实也就刘备、孔明、关公，也有惨遭魔改的，你看张飞。
关羽不就是会读春秋的武将吗？我家吕蒙也会读书啊。按说你家关羽还是我家吕蒙的手下败将呢。呵呵，爱读春秋和被主子逼着翻几本书能一样吗？胜我一招又如何？我输是英雄大义，那吕蒙胜是胜之不武。什么胜之不武？兵者诡道，懂不懂？吕蒙在历史上绝对是个有头面的武将。是吗？那怎么沦落到连具雕像都留不下来呢？唐宋时武庙里都有吕蒙一席之地的，那时对你赞美的诗还不及我的多，也就元明兴起了关帝崇拜，才把吕蒙挤下去的。归根结底还是罗贯中出来打。崇拜关帝毕竟是众望所归，我也只是个满足人民美好精神需求的破血书的。哼，还有那妖道诸葛孔明，这个倒真的不怪我了。对孔明先生的崇拜是自古以来的，唐代的武庙十哲里就有他了。没错，军师的名声本来就很好，三国演义对他神话反倒显得丞相不那么端庄了，何况现在非常流行反转，于是很多人凭借把神话后的丞相提下神坛来获得流量，动不动就说孔明要架空后主，丞相要求加九锡是谋反，丞相分兵北伐是准备自立，一个个还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连三国志用了句龙骧虎视都要被拿来说事。真是现代人怎么把这种文字狱式的玩意儿搞到三国时代来了，这种艺术对我们而言过于超前。我不理解，看史实小说不就是看咱封建君臣情来的吗？搞反转的意义何在啊？格局小了，封建君臣情哪有阴谋论有意思，现代的人最喜欢的是反转刺激。我懂了，就是说匡扶汉室曹孟德，忠心为民司马昭，格局齐天刘阿斗，以少胜多孙仲谋，是吧？你懂了个锤子。